大家好，我是小丽。我们今天来做一个非常实用的万能料汁，只要有了它，凉拌菜怎么做都好吃。先准备一点葱花、蒜末和小米椒段，在碗中加入一大勺的粗辣椒粉，一勺细辣椒粉，加入葱花、蒜末，再来上一勺白芝麻，这样吃的时候会更香。撒上小米椒段，一定不要忘了放一点花椒粉，然后把烧开的滚油少量多次的倒入碗中，把调料炸香。这时候满屋子都飘着红油和蒜香味儿，用勺子搅拌均匀。在碗中加入一勺白糖，半勺盐，三勺生抽，再来两勺老陈醋，多半勺蚝油，最后我们再来一点香油。用勺子搅拌均匀以后，我们的万能料汁就做好了。这样一碗万能料汁，不论是拌面还是做凉拌菜，味道都棒极了，而且简单实用，喜欢的朋友也试一下吧，明天见。